介绍的这位小提琴演奏家呀，他的名字叫邵博。对，张邵博。对，张邵博，他的小提琴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名字，叫疯狂小提琴。你看以前咱们知道小提琴怎么拉是吧？坐在乐队里稳稳当当的，这个张邵博怎么都能拉。他的小提琴啊，拉的是出神入化，被人们称为是疯狂小提琴。来，让我们掌声欢迎张邵博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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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疯狂小提琴，张邵博。张邵博。嗯，我看他演出的时候也被震撼过，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。然后他把小提琴这样的一种非常高雅高尚的这样的艺术，他运用了他自己的一些方式和方法来诠释，所以呢，作为朋友来讲，我特别特别由衷的为他高兴。是，他是把小提琴这种很高雅的表演形式加入了自己的创意之后，使得他可以跟现场的观众很好的互动和沟通，一下子就能够把现场的气氛调节起来。对，是这样。嗯、但是张邵博不仅要听他，还要看他，所以呢，所以叫疯狂小提琴嘛。是的。来，掌声欢迎张邵博。